等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哈雷蜜，欢迎来到母亲牧场，这是我母亲开的。骗你的啦，我们现在在日本千叶县的母亲牧场，它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可以看，然后也有什么你知道吗？它也有游乐园可以玩，你进来的话就等于你可以在这边耗上一整天的时间，快点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所以我进来他们的美食广场里面，要来大吃一番，是草泥马咖喱耶，有没有很 Q？ 现在决定我要来大肆破坏他的头，你看我现在很残忍，他死掉了，流血了，这样很大口哦。来到母亲牧场，怎么能不吃它的冰淇淋呢？而且这一款据说是期间限定的，所以不是你每次来都有，我好 lucky 可以吃得到。